的炒饭吗？还不错。啊，一周几次？大概吃个一次吧。那跟前男友呢？我前男友不喜欢吃炒饭。店员有炒过饭吗？不能外带。啊，你出车祸，他很担心你吗？我就撞到他。带车再上来。白痴哦，别紧张。哎呀，传说中女鬼桥，听说只要数到第十三阶，千万不要回头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数到第十三阶，难道说这也是个谜团吗？上课上山两小时，风太大会停课。今天要去全台最高学府文化大学。全台最高学府文化大学，这所学校什么没有，鬼故事就最多。文化大学美眉大稽查，一起来看高颜值学生妹吧。超可怕，就是多年前就被鬼电到啊，他们俩就相爱了。还有鬼玻璃啊，鬼玻璃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是好多学生在学餐那边都会去撞到，因为差太亮了。那我们就要寻找文化大学的正妹啊，就要找到比你还漂亮的。Let's go, man. Yeah. 睡耶，老罗的朋友啊。对。脸太小了吧，屌丝嘛，而且很精致。SSR 卡来了吗 ？SSR 卡是什么？手游当中最顶的卡。嗯，但是可能是柔柔，不是我。好谦虚哦。那你给自己 PR 多少？50。太谦虚了啦。你什么星座？天秤。跟我一样哎。你喜欢炒饭吗？还不错。啊，一周几次？大概吃个一次吧。那跟前男友呢？我前男友不喜欢吃炒饭。店员有炒过饭吗？不能外带。发现你很温柔哎，那你吵架的时候也会这么温柔吗？你现在骂我，我闭嘴，我渣男，骂不出来，我没有办法。换个情境，他去你家尿尿，然后不小心乱喷，我会把他擦干净。太温柔了啦，床整个弄脏了，可以帮我整理一下吗？你很有气质哎，他是混香港的，有那感觉，他混印第安那边。会那么多啊？山奴也会吗？有，对，他会戏子，嗯，酷哎！香港，你有讲粤语吗？我不是香港人，你是香港人。讲。哇！到大几啊？大四。就你们颜值在文化大学 PR 有几分？都有男朋友吗？嗯，都有了，全部打马赛克。鬼电梯坐过吗？不敢坐。你要做做看吗？对，我们等下做。我们金牛座最不怕，对不对？对，天秤座最不怕。我长进，你们去做。我导演。Daniel， 马来西亚人更没得怕，对不对？好 ，Daniel 做，给 Daniel 做。好，对。你下巴怎么了？你下巴车祸了。你是自摔还是被人家载？我撞了别人。你怎么很骄傲感觉？我直接一段记忆不见了。哇，骑到断片了。比喝酒还严重。看到没有啊？没有。啊，你出车祸，他很担心你吗？我就撞到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分两台车？就各骑各的车嘛。一个不爽，然后油门掰下去了。你呢？在干嘛？我在给你做访问。嗯。你小胖朋友啊？哦。怎么认识的？他很密友。他问我一张排版图哪里来的？很会找话题哎。那个是真的。然后有私下约你出去过。我感觉是笑，有鬼，有炸，有卤，有烤。你会叫科目三吗？什么？不真。喜欢这样的男生吗？很幽默，就没人要去。祝你下巴快点康复。现在还想撞谁？同学。是哦，感觉你很呛哎，你是很呛人吗？哦，好可怕哦。没有，我是发呆而已。你是人家说你宿醉啊？没有啦，今天没有。为什么会有奖杯？因为我刚刚跑路跑第一名。皮肤很好。谢谢。我酒喝很多，香槟下乱喝一通。对，你就会变超美。我们都这样保养，我有问他。很棒啊，你看，真的很好啊。你是运动健将型啊。喜欢跳舞啦。科目三会吗？有机会可以约跑，当然可以啊，只要是你们我都可以。漂亮，混，混蛋，混蛋。你好笑哎，啊，你万圣节扮什么？公子凌少女。你看起来蛮冷艳的，但其实你是勾追的哦，很棒啊你。你的 IG 呢？温柔又可爱，这是一首歌，你们知道吗？可以唱一下。什么歌啊？因为你是好玩的，我喜欢比较鏘的人。我要看培根表现，换你主问。怎么称呼？我叫彩萱。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如果你答应跟我交往，这个1000块直接给你。我没关系。怎么星座？处女座。处女座，我也处女座哎。那你觉得你自己的颜值在文化 PR 大概多少？大概30。怎么那么谦虚？我每个都讲30，敢不敢讲？真的假的？40哎。再高点。再高啊！来，50。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再高。你的声音怎么了？你昨天喝酒吗？感冒然后又去喝酒，可是我声音本来很可爱的。可爱的，你可以用这个声音跟我撒奶吗？深深，好想你哦。可以讲个培根你好帅啊。培根你好帅。
哎、欸，再上吧。再难一点。可以再难一点吗？没办法了。有才艺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喜欢宅在家而已。我喜欢看动漫、漫画。来，你直接握火影，我直接秒答。那你做一个那个最主要的动作。最主要动作。谁的只身为太鼓舞？一用打到几尊？赞啦！和解之印听过吗？来，比出这动作。啊 ！Oh my god！ 和解之印出来。啊，你们都有坐过鬼电梯吗？有。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有。真的有？他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突然打开门，是五楼跟四楼的中间。开门之后，对面有个楼梯，坐一个人。但是我们后来发现，那个电梯开门之后看不到楼梯。哇塞！真的有哎，你看吧，漂亮的女同学，大吉。大三。有绰号吗？悠悠。什么系？特服。那你毕业后想要干嘛？应该会走志工之类的。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啊，我喜欢加酒类型。刺青搂一下，刺青搂一下。你可是你是做社服的，那如果交男朋友是家酒类型的，那你会没办法接受可能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吗？什么艺术？你说我们家酒会做什么事？辅导他，刚好辅导他。啊，颜值，你的屁啊，给自己打几分？60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因为今天大家都说自己20-30，大家都太谦虚了。他们早都还好，那我这个教官亲自出马。你们是不是正妹？请问你们的文化大学有正妹吗？蛮多的。那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颜值大概多少？哎、欸，你来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你来好了。来，我来好了。你来，你来，我来，都99。那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？白白高高的。我也喜欢白白的。我没有白白的、啊，哪里 ？OK， 现在正要深入文化大学大人馆的鬼电梯了，小李，你带我们去。不要，我会怕。不是，你是当地人，所以你一定了解啊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传说中的鬼电梯，各位观众，快点刷起来！鬼电梯来八块上车。有没有？女鬼桥二，它这次是以文化大学做副本。真的吓到了！你知道鬼电梯是哪台吗？这个比较多问题啊。它通常都会在美术系的门打开，打开三楼就会看到老师迎接你们。哇！哦。那你们自己去，我不去了。你们自己去，自己去。我们一起去啊！快点啊！上个好，等等，两边两边不能讲，两边不能讲。等一下，红衣小女孩来了。我现在坐的是这个鬼电梯。老师有遇过什么奇怪的事吗？最奇怪的事情就是遇到了你们。拜谢谢。哎，我们三楼电梯而已，白痴哦。我们三楼什么？戴森在上来。换学长表现的，哎、欸，让他站前面。刚刚注意，半天我刚刚干嘛尖叫？刚刚是有人引进你是真的，真的。你为什么把学校玩的好像什么北市商鬼屋一样？太硬了。那我觉得晚上应该比较可怕。来啊，传说中女鬼桥，听说只要数到第十三阶，千万不要回头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数不到第十三阶，难道说这也是个谜团吗？